冬瓜要想结得又多又大啊，修剪枝条很重要。大家好，我是红山胖哥啊。我母亲今天啊在我们菜园种了几颗冬瓜啊，然后现在已经长势非常好啊，给着整只大车了。然后让我母亲啊还有我父亲给讲一下怎么修枝冬瓜修枝大车的方法啊。看一下啊，这是种了几颗冬瓜嘛？哎，那么哪个也是个冬瓜？啊，哪个是北瓜？啊，这也是啊。我母亲说，咱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会是个一样呗，这个是啊。啊，大家看啊，我父亲等的呀，这冬瓜是吧？哎，有了，喂，小冬瓜，哎，是呗吧？那个是小冬瓜。这个。装有，你看咱这装准备有个冬瓜是吧？哎，这个把这个填了它，这个副根这不是主根儿。你哪来？我咋看啊？哇塞！是不是？我家伙，这个，你看，哎呀，啊，都是侧枝儿啊！哎，都是。我操，这不是三根啊，两根侧根，一根主根，是吧？啊，大家看啊，我的冬瓜是，大家看清了吗？我父亲抓一下。我这侧枝大，你大六，侧枝大了吧？这个是冬，哎，这个有呗。有，你是主根儿。有冬瓜呗。这不是有开的。哎，有了小冬瓜了，有了小冬了。哎，有，你看那长。对，你咋取一个侧枝了？哎。哇呀吼！啊，大家看一下啊，把底下那个都，哎，你看那个也是个侧枝啊，要长也都长什么了。你打留一个留俩枝了，对了，得留一个侧枝或一个主根啊，留俩，哎，啊，你做法是留俩，留俩都够吃了。你一个你长那么的，你吃的一个冬瓜能长多少？二三十斤？哇家伙，这都扛啊！那年那个我吃不了。你几家分冬瓜是吧？你这是有这个冬瓜，它有几只，有那个是大的是吧？一长一个。再这个是海冬瓜，海皮的冬瓜好像。海皮冬瓜。我记得在种时候是海。几十斤。是啊。哎。有那个小冬瓜，不等，你看你买哪种的？啊，在这好。这边长有个冬瓜是吧？啊，大家看啊，有了小冬瓜了，哎。这边有了小冬瓜了，长上它，因为这天气热，这个肚子上不好做。啊，都是原好黄桑是吧？哎，好黄桑啊！如果他要做着了是吧？哎，这个地方，做也是。哎，这个也是个冬瓜，我操！这一棵家好几个冬瓜这。你看这个竹根了，哎，是不是？它光了这俩层，俩根哎，应该把这个枝和这个枝啊分开，啊，埋到地下，长土啊，它还扎根里。还扎根啊？扎根了，它不是啊，营养都能吸收营养了。哎，对了。啊，你这个方法不赖。对不对啊？对，你也得埋着了，然后再。你这个底下这个叶得解决是吧？对，解决。来，啊，大家说，你看我妈说，先把这草除除，把这个草松土，哎，咱们给分享这颗，你讲讲。对呀，这个到底哪？那鸡巴。原来侧枝有了这个这一类啊。先把这个地除了它是吧？嗯。除了它，你看好它。嗯。丢一锅，丢两锅。那把说丢两股啊，把这个弄啊，对，把它侧枝啊，大家看，肯定也有点小罐了啊，也结小罐了，但是大家不要心疼。把这个啊，把这个捞的，哎，捞一点，捞一点都点点，哎，好了。你这个装这边有个这个冬瓜是吧？应该不，你这些不能卖的，你刚结这了，你过两天再卖。过两天，然后再把这个。你结这了，因为不能一卖了上一主根了。哎，你过两天再买。啊，大家看啊，这侧枝太多了。嗯。这基本上这么高，一米五六了，都是啊。嗯。啊，用那个施什么肥呀？吧，你觉得施什么肥好呀？这个又用那个大粪啊，还是用鸡粪呀？鸡粪谁？啊，用大没用大，用鸡粪谁一锅是吧？嗯。这个还没结呢。哎，你把那个侧枝就。接了呗，哎，要你瞅瞅，你看这个底下这个是不是底下六十公分那个叶儿？哎啊，啊，大家看，这侧枝啊都结了。对呀，哎呀，长得也大多，老圆实了。
就越身上，越身上没了，哈哈哈哈，这大冬瓜。这个大家看啊，这小冬瓜，这个能长成呗？不晃不了场吧？这个晃不了，晃不了啊，老叫嘞。嗯，哎，那意思说，啊，这个就是吃这个哦。别这个黄叶。啊，黄叶。大家看啊，底下这个叶。老叶来都掉了。对。啊，大家看啊，这都淘气多了。嗯。哎，然后给它顺好。哎，大家顺顺。大家看一下啊，都顺。我妈那个意思啊，我们附近做法都顺着啊，都顺着。一颗留两根啊，一个主根一个侧枝啊。然后这样我父亲说打来车了，哎，该过两天过个三四天啊，可以买点土，叫多生刺根啊，叫多长根啊，它的营养都吸收的多了，是不是吧？啊，大家看啊，这样顺畅了，而且这都结小冬瓜了。然后一定要把底下这个侧枝，包括这老叶啊，都给打出了，最多留两根，留两根侧，你不是留两根，两一个主根一个侧枝，对吧？有一根有两根。啊，你说留三根有点多是吧？别叫留那么多。啊，好了啊，方法很简单啊，然后就是主要是。我父亲的观点啊，就是留一个主枝啊，留一个侧枝啊，大家可以看啊，侧枝上一长了好几个小冬瓜啊，然后把这草啊一定除啊，顺这个除除这个草啊，再有一个叫它顺着方向啊，顺着方向，还有一个我父亲说，这现在结侧枝了啊，你可以卖啊，就是说卖一截啊，卖比方说二三十公分啊，叫多生根啊，多扎根啊，它的营养都能吸收更多的营养啊，供了咱们长那个冬瓜。哎，这方法很简单啊。再有一个，我施肥的时候啊，我父亲说可以用点鸡粪水啊，就完全可以啊，可以用鸡粪水啊，咱们的一些农家肥啊，腐熟的农家肥啊，就完全可以，羊粪什么都行，是吧？还有一个都是青椒水啊，青椒水啊，因为现在天气热，一定给它水分有充足的跟上。这就是我父母的做法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对冬瓜种植啊，还有什么更好的小妙招，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喜欢我的请点击关注、评论并转发啊，谢谢大家，再见。